开锅了，先爆个头。太烫了，老师。拼一把哈，咱要够拼老铁，你给我点个双击。天胡辣大爆头，狠不狠？老铁，不狠再来点红油，够不狠？不行再上点芥末，给双击鼓励一下。不要双击啊，老铁！不要鼓励了，不要双击了，受不了！我辣大爆头啊！看着过瘾，老铁，给我个双击！再串上，好墨汁。一池塘，两口一海洋，全是鱼子。哎呀！哦呦，这个完整的啊，漂不漂亮，老铁？裤胆，这裤胆也是最平常的事，挤干是最好玩的。有没有喜欢吃海螺，老铁？喜欢吃的点个双击。感觉不吃点超级辣的，我感觉不过瘾哈。哎呀，有点辣，这是。今天咱们来看一下生蚝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哈。中间这个绿油油的呢是热籽，中间呢是在油心啊，生蚝都可以吃的哈，除了壳不能吃，其他都可以食用。这一边呢是它的裙边啊，里面都特别干净。有喜欢吃生蚝老铁哈，给个双击。越来越少了，说不够拼，老铁，来个满刺的海胆，够拼的话给我双击哈，投开一个，全刺，这么拼会给你双击吗，老铁？打老铁，给个双击鼓励一下，太硬了。
终于开开了。